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ixis。Yo， 那因为昨天有个朋友临时问我说要不要去宜兰，那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应该出门去走走了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一个临时的宜兰半日游，应该是半日啦，就是大概晚上左右就会回到家，不会待太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。